What?多兰顿嘛，三回血。哎，这一波有机会，感觉他这个也被骗了自己，骗了自己。看一下颤子那边一个先手，舍舍应该是没了。接杀锤石，就舍舍刚才放那个野味，他把自己骗了，你知道吗？正好皮娜在那个草丛里面蹲着等着呢，但是知道了，这边知道到什么位置了，那这红没了。但是来的好像晚了一点，这个红好像要被第一时间打掉了。哎，直接闪现大，抱回来，少芬差一丝血，皮娜的坐了下去。凯南的闪现有点撞墙，但是好像没关系，被睡的哎挡了一下。UK 这个挡很关键，这波很致命。其实前面小龙什么属性的话也没人在乎，主要还是塔皮吧。反正塔皮现在对于这个队伍的影响力，没闪啊，哇，这走位很漂亮。哎，这锤石直接闪现不杀了吗？来上路啊，上路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啊。这波满血，看一下，先直接给大不管了，还够不够？踢一下。但这边能接到 Q 吗？哎、不好接呀、啊！只要 biu 第一时间开出大的话，确实 Pina 他的连招不好连。还有第二套，哎，下路也同时开干。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宋金是有人数的优势的，但是给这边秒了。我的天哪，库尔玛这边还没死。还在滑，能修起来。Oh my god！ 这边库尔玛是配合队友杀两个，再给墙冰爪定住一个幻风，再给一个幻风，哎，也要死了，有闪现，能不能跑？可以追啊！这边 UK 直接拿到了幻风的人头。这个 biu biu 是没有闪现的，这个位置骚分有说法吗？一球调没什么说法。UK 这边进来定了一下，但是这边的话直接交出自己的技能溜了，大招给了一下，打了一些血量。这个 UK 是有 TP 的，清辉夜宁其实效果还不错，把这边老王那状态打下来。但是老王那是可以接的，还有 TP。库尔玛落单了，库尔玛没闪 ，TP 直接过来保，应该是来自于冰女的。又想开，定了一下泰坦能不能吸回来？哎，勾了一下库尔玛，库尔玛被秒了吗？凯南一个 C 效果有点好。这位置反手拉到一个爆，凯南也是被秒掉，两边的一个互换 ，AD 换凯南。那这波放完之后，感觉都能接受啊。闪，这边是捡了个闪现过来，想追一下。哎，又是一勾死了。后面肯定是要补水银的。哎，这个是眼下蹲，再眼。这边起爆睡到，但睡的是一个冰女。冰女第一时间是有反手的，哎，能反打。定一下，大招想打 Pina 的 ，Pina 这边是吃了几套技能。冰女是直接被秒了，而且 Pina 的也是很好。再一个是又一个睡到的是库尔玛，库尔玛交闪，但还是被勾了。这样的话，库尔玛也死掉。再捡一个闪，哎呦，这波苏宁大获全胜呀！追击 ，Les 这个位置左扭右扭，但是被 EQ 到了，又是捡的闪一个睡。这边能换一个，抱进塔里是换掉了刀分。Les 能死吗？好像差一丝血。再一勾，哎，这个距离不太够。哎，自己开一个秒秒，那感觉等死了呀。啊，哎呦，这波就是个眼呀。是。这波厄斐琉斯两件套，但是老黄金凭借这个阵容，他们肯定也不会让的。这波凯南是没闪的，凯南没闪。我们看下两边的大招应该都好差不多了。闪现过来被勾了一下，冰你的技能应该是第一时间要给舍舍了，舍舍要被卖了。但是厄斐琉斯打了一套输出还不错，又被进场只带到一个上单的 Lice， 那是一个秒表，给了一下伤害。这边虚弱给的很好，但是快攻输出位置有点好呀。这里快攻没人管了，飞轮海一顿乱飞。还想留，再一个睡没睡到，但是这个狙枪是狙到了，闪现可以把普攻拿下一个双杀。幻风这波有点无人能挡了 ，Pina 的这边能不能跑掉摸眼溜一下？哎，但 Les 在草里等候多加了一下，想换幻风，有治疗换不掉，死不掉呀，伤害已经不太够了。左翼拿到两个人头，还要追 Pina 的小兵来了，过来。这凯南这个位置爆炸呀，这凯南没水银的，凯南从这里过来直接爆炸，闪现拉飞机没拉到。哎，他没从这边走吗？随时上来，看一下这里大招是定了一下蛇蛇，又一个飞行打到了。哦，凯南这边进来，但是被吸了神，这波凯南有点尴尬，再点击了一下，凯南这边被秒了，但是万豪也被杀。两边上单一换一，天赋敌人盖住两个人，进来，但很灵活。现在老黄金的
几个人的状态太差了，但后续追击战感觉左右有点无敌啊，闪现上来先杀 UP， 又给先挡，后续这边死亡判决是勾住了泰坦，哇，没人管矿里的管瓦也跑不掉，根本没办法打呀。哎呦，这边又是一发暴击，那这把就有点牛，三个人直接稳稳的打掉，现在感觉可以分带一手了，我觉得。来了，想开。这位置想找机会换风，灯笼被捡了，这位置但爆了一个空气水银解了，换风水银很关键，是鱼腿大招是给了自己又开启一个金身，老半天要撤了，这边要卖了，这一波如果输了的话真的可能会被一波吸了进去，保住泰坦的命，不要被一波，哎呦，换风水银闪现，哎，这波操作反应很快，很关键啊，这感觉还是要被一波呀，这个大招还20秒，两路超级兵汇合，现在只有四个人，而且大招都用的差不多了，勾到挑到素质三连，砍男接大招直接是秒掉了对方的野斧，万豪也倒了，华马一个人无力回天，被逼回了泉水，哎呦哎呦，要倒不掉了呀，伴随着这一声惊雷，对吧，也是要结束了，那也是恭喜苏宁，嗯，啊，追回一分，是的，这把比赛苏宁从